何事，康子琪？主任，主任，宪兵队大岛来电，请您和冷副主任接下电话。 我要找康子琪。我正想向您报告这件事呢。经过侦查，康子琴是潜伏在特工部内部的抗战分子。你胡说八道！千真万确，那真康子琴我们已经找到了。这么多年，你是一点变化都没有啊？你也是，还是那样，一点都没变。你别提了。 重庆的条件真的没有办法跟上海比，要不是迫不得已，我才不愿意回去。这么说，你已经决定留下来？千里迢迢跑来，差点连命都没有了，我当然留下来。不要再说了，现在立刻把他给放了！放，大岛队长。 他在我们这儿待了那么久，就这么把他给放出去了，那会有麻烦的。不过，可能已经来不及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已经安排人送他去画师台了。真的已经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肯定不回去了。 能这么想，真的是太好了，戴局长。 小姐，原来是这儿啊！怎么，怕我不合作，把我骗过来？我这也是奉命行事，不得已呀、啊。咱们同事一场，我能做的也就是能帮你选块干净地方。您看，这儿怎么样？随便。那我帮您去看看。 过来捡捡石头，康小姐，我这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吧。包处长，有一件事我想跟您确定一下。您说。那天晚上肖小华尸体的人是。
命令。干嘛呢？没听见枪响啊！我刚才我听见我主人说了，把他带回去。康小姐，主任请您，让您失望了。没有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，我们回去，枪收起来。特工部的事情就有劳你多操心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康德勋回家了吗？回家了，主任。咱们现在去哪儿？伊藤的话让李世杰觉得没底。大岛就康子勤的解释显然只是个幌子，真正的原因伊藤并没有说出。这既说明日本人另有所图，又说明伊藤已经不信任自己。李世杰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和莫名的恐惧，他感觉自己像是被抛弃了。不是病人，你还好吗？我挺好的。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放心吧，好吃好住的，说不定还胖了呢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先歇会儿，我给你做饭去啊。歇着。那个小鬼。别在那傻站着，把拐拿了。首长，
你这又要去哪儿？我呀，我出去转转。啊，人家大夫不是说了吗？不让我在这多待着，我得出去运动运动啊。嗯，那你别走远了，一旦走远，万一碰到警察就麻烦了。嘿，你个小鬼，你现在可以了啦！啊，你开始管教起我来了。我告诉你，警察算个屁呀、啊！我就是遇着小鬼子，我也不害怕呀。我知道您是战斗英雄，是老革命，但您别忘了，这里是上海，不是根据地。反正你在这儿，我就得负责你的安全。是是是是是，我听您的啊，那我听首长您的，我保证不惹事啊。那您现在让开。啊，谢谢您，让那么您别走远了。哎哎哎，我一定听您啊，让开吧，你小鬼，麻不麻烦？妈，别扶了，行了。那，你慢点儿。来上海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出来散步呢。以后我每天都可以陪你出来这么走走。要不是安琪，恐怕连这第一次也没了。我听说了，安琪她很了不起，也不知道能在上海还能待多久。怎么，你要走吗？唉，对于上海而言，我只是个过客，迟早会走。你不是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吗？快了，办完事儿就得走了。如果你要走的话，记得一定要通知我。嗯，一定会的。好香啊。是夜来香。夜来香啊，我还真是没见过。你等着，我给你摘一朵。别摘呀。没事。不知道你们在办事儿啊？我们可以走了吗？可以了。走吧。哎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，跑哪儿去啊？哎，怎么了？好像啊。像什么呀？没事，走吧。哎，跑哪去了？
二人を呼び集めたのは司令官が重要な指令を我々に下したからだ。問題がこんなにあるとは。私の責任です。反省します。仕事の態度を変えろと言いましたが見当たりませんでした。李清潔はもう信用できん。彼は王政府に影響力があり、はい、簡単には直接処分ができん。まずは奴を抑え込み、そして一歩ずつ処理をしていく。この公資金のことに関しては司令官の要求に、李清潔事件をきっかけにして彼女に近づくように。さっきのは李清潔ではないか。彼は君に何の用ですか。你们做得很好，我已经向局本部为你们庆功。快坐坐坐坐坐。可惜了，安琪还这么年轻就行。是。首长，哎，你这一大早上又去哪儿啊？你没看见这外边天多好啊？这得散步啊。你昨天晚上那么晚才回来，你这一大早上去哪儿散步啊？我就散散步啊，我不惹祸。首长，您过两天就要走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听您的，您真是我亲大爷，你啰嗦死我了。行了，你待着吧。哎呀，首长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哎，康部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等您呢。等我什么事儿啊？主任请您。主任请我？对，上车吧。
真想知道，你是为什么要来特工？主任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当初进特工部是您邀请我进来的，并非我主动啊。是。我在想，事情是不是有点太凑巧了？你刚来特工部，谢处长就失踪了，这时间是不是有什么联系？您的意思是，我绑架或杀了谢处长，然后混进了特工部？我可没那么说啊！我这是想知道，你和日本人和其他方面是不是有什么关系？主任，我进特工部，我相信我的背景您都查过了。如果说我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的话，那也只是工作上的来往。其他方面我不知道您指的其他方面是什么，但我敢肯定的说，是。想不到冷副主任就这么被赶走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事先一点风声也没有。那你说这事奇不奇怪？会不会是因为前几天康复处长被抓的事情有关系啊？不知道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现在康复处长回来了，冷副主任倒要走了。这康复处长能量可真不小，咱以后还聊呢。小钱啊，你去帮冷局长把东西收拾一下。是。干活去。
在。开我的车送了局长。是。不用了，我有腿。告辞。冷局长，慢走啊。康处长，我之前做的那些事儿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能不能别跟我计较？您之前做的什么事儿啊？您指的是毁尸灭迹，还是杀我灭口啊？不是，我倒是怀疑你跟他记着点的。不是，我该死。我有罪，来，您把我两下，行行行，别演，再演就过了。您大人有大量，能不能放我？那要看你怎么做了。其实我就是想知道，我为什么要毁尸灭迹呢？如果你可以说实话的话，你以前做过的所有的一切，我全都会忘记。别揉了，我文件夹揉坏了。行，但这儿不行，得换个地方。可以啊。那就今晚，大三元酒楼。好。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。却不能帮助他。你做了已经很多了，你不是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信念？比起那些牺牲的人，我做的太少了。我帮你保守这个秘密。
想想那些死去的人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拿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哎，快走开！谁说他没钱了？啊？哼，来，拿这个呀。好，多谢多谢。我在边上等你啊。好嘞好嘞，您慢走。多赢点啊！多谢多谢，您慢走。这回有钱了吧？来，给我开道。包出来，您真是我的贵人。你看，您一来，我这就赢钱了。您昨天晚上输的，全都赢回来了。来，这是您，留着花吧。包出来，你太讲究了。姐吧，哎哎，我这有一买卖，敢不敢做？什么买卖？只要挣钱，您说。皮糖，敢不敢？今天晚上就别等我吃饭了，我出去一趟。要我陪你去吗？等一下，如果我把窗帘拉。